品的精彩源日前在综艺认识的哥哥上透露了自己被惠莉欺骗的故事。他表示，我们一起录制综艺会为李瑞彩排的时候，惠莉骗我说每天睡前摘麦克风的时候都要说麦克风 out 才可以，所以我每天睡前都一定会喊麦克风 out。 直到有一天我在瑞娜面前说了麦克风 out， 他才告诉我被惠莉骗了，一番话让哥哥们爆笑不已。而节目公开后，惠为李瑞彩派的制作组也马上释出了精彩源喊麦克风 out 的片段，让粉丝们看了纷纷笑说，从影片中看起来更像傻瓜了呢，彩源真的太可爱了啦。